不会接地气，他不会接地气，因为接地气，伊即位就干枯去啊，枯变成枯萎，这个无用。但这一支伊能继续，伊才有接地气哇。所以伊一支一根每一支八支袂使离开，伊这个枝干袂使离这支，这个根本。所以咱之前讲，这张旗话，这张旗话。就产生在义和来源的根本一样，所以修道不可以离开根本的什么东西啊？所以咱讲到这个物件，就讲这个持果座应该是在处批法。当然，这门得一千五，这个一千多人，哦，这样比较听受教了，啊，咱这个五座啊的教法，大众前犯。大思想犯情绪，但持金刚经即个见识，所以大师啦吼、哦，